这位74岁的老人名叫老宽。1960年，他在沈阳军区某部担任司令部见习参谋。当又一茬新兵来到部队时，他见到了雷锋。在全团召开的欢迎新战友这个大会上，雷锋代表新同志呢，在大会上讲话。开始他准备一个稿子，但因为在户外这个广场上风比较大，稿子呢风老刮，他念不下去，干脆他就积极的做了一个发言。来到部队后，被选为新兵代表的雷锋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团里的摄影干事还为雷锋拍下了幕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是1960年1月8日下午。简单讲一下，是又讲到他为什么要参军入伍，又代表新兵呢表示了决心。特别当时他提到，说刚才这个首长在动员的时候，让我们要做到5好，别说5好了，6好、7好我也能做到。他这一说，大家下边的哄堂大笑。五好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在全军开展的以政治思想好、38作风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的五好战士运动。雷锋刚入伍，对这个情况还不了解，因此他说了个6好、7好我也能做到。这名年轻士兵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积极上进的精神面貌，给全团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团的政治委员韩文金同志啊，听了雷锋在会上讲话之后啊，韩政委就说，这是个好苗子，一定要好好培养。那阵就看出雷锋啊，他那个精神状态、精神面貌，他完全是不一样的。1940年，雷锋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原本他有一个很圆满的家庭，有父母亲，还有哥哥和弟弟。但旧社会夺去了他所有亲人的生命。7岁时，雷锋成了孤儿。他不忘旧社会的苦，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要当兵保卫社会主义，报答党的恩情。196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党号召每一个公民勤俭节约，共同度过难关。于是刚刚入伍的雷锋就从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这是雷锋做的节约箱，里面积攒着雷锋捡来的螺丝钉和牙膏皮。部队一年发2套军装，他为节约只领1套。别人不愿意开的油耗大网车，在他的手上变成了节油标兵车。每次运水泥，他都把洒落在地上的水泥收集起来，天长日久竟多达1000多公斤。雷锋的这些做法让他从团里的新兵中脱颖而出。他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在60年的下半年就被团里树为全团的节约标兵。入伍仅仅10个月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阵加入共产党非常不容易啊。那个入伍战士3年呢，入伍入党的人很少。除了被树为节约标兵，雷锋还经常帮助战友，谁遇到了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忙。50年过去了，雷锋的战友冷宽还能记得雷锋做的一些事。有一个战士在保养机器的时候啊，把这裤子烧了一个窟窿，冬天棉裤第二天没法穿了，是不是？他晚上下岗回来之后看到了，说明天怎么穿呢？他想把怎么给缝上啊，但是没有布怎么办呢？他找下棉花也太少，最后呢把自己棉帽子取下来，把里帽衬拿下来，然后给班里同志给补上。第二天同学一看，哎呦，自己裤子不好了。入伍前，雷锋曾在工厂当过工人，那时的月工资是30多块钱。入伍后，他每个月的津贴是6块钱。为了帮助战友、帮助群众，雷锋把多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一个战士家里，他知道家里父亲有病，家里缺钱的时候，他就以这个战士的名义，然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又把自己存的10元钱。又取出来，以战士的名义一块寄到家去。过了一段时候，家里那个战士家里来信说，
说是信也接到了，钱也接到了，你爸爸病也治好了，你放心吧。一说他就是我没有欺负钱的，这同事跟连里指导员说，指导员一查，最后就是雷锋干的。战士小周的父亲生病，雷锋寄去了10元钱。战友乔安山的母亲生病，雷锋寄去了10元钱。抚顺万花区人民公社成立，雷锋又取出了200元，公社只收了100元，可雷锋把退回的100元又捐给了辽阳灾区。然而雷锋自己脚上穿的却是这样一双补了又补的袜子。有人说雷锋是傻子，雷锋却说我甘愿做这样的傻子。雷锋啊，他是一个孤儿，他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我们有家有业，要赡养父母，要还有老和小。雷锋呢，因为他没有家，所以雷锋呢，他生活上省吃俭用，一个破袜子补了又补，最后大家叫千层饼，那个非常简朴。但是呢，他把钱弄进来，他支援需要这个支援的这个地方，为社会服务，为群众服务。雷锋在有生之年，每时每刻都牢记着，他的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新社会给的。他把钱省下来交给国家，就像回家交给了妈妈一样。人们在这个普通战士的言行中看到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各级组织都对雷锋格外关怀。雷锋喜欢照相，团里负责宣传报道的摄影干事季增为他拍下大量的做好事的照片。沈阳部队工程兵政治部摄影干事张俊采访雷锋，雷锋也主动要求张俊给他拍照片。张俊为雷锋拍了一张背枪的照片。1960年11月，新华社驻沈阳军区军事记者童希文、李建宇合写的稿子完成，题目是《党的好后生》。沈阳军区副政委杜平审阅时，改为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也是雷锋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毛主席的著作一直不离雷锋的身边。中午按照咱们午休的时间都应该有个午睡，他呢一个人就在驾驶室里面呢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就有时候我问他，我说雷锋你怎么不休息一下？他说呀，我都习惯了，我抓紧时间我多看点书。为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仅仅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雷锋就读了7遍。在书页上他写下了这样的感想：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还不满22岁的雷锋已经写下了20多万字的手稿，其中渗透着他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对人生的思考。他在日记里写到，就是我学了毛泽东选集104卷以后，使我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做人的道理。接着他又说，他说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特别他那句名言就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的事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传颂，沈阳军区部队开始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抚顺建设街小学的师生听说了雷锋的事迹，特地聘请他为校外辅导员，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1961年5月，这个学校的全体师生郑重推荐雷锋为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所带团的领导对师生们的建议很重视，在施工现场召开了全团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当时实际在地方，在抚顺市非常有名了，
他是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沈阳军区那都是出席了，是特约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团代会，而且选入主席团，到主席团就坐。因为雷锋优秀的表现，他入伍当年就荣立了二等功，十个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雷锋被选为国庆观礼代表，10月1日就可以在天安门见到毛主席。一个22岁殉职的年轻士兵，何以让一个国家50年念念不忘？一个阳光青年的朴素思想，何以成为一代代人的心灵鸡汤？一个普通的汽车兵，何以成为那么多摄影家镜头追逐的对象？雷锋，这个影响中国最广泛的士兵，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的身上究竟燃烧着怎样的精神火焰？让我们走进雷锋曾经的亲密战友，听他们还原一个血肉丰满的雷锋。军事纪实正在播出，雷锋战友忆雷锋。1962年8月15日，在雷锋宿舍门前，一根晾衣杆意外地被车撞断。这根长4.2米、重13公斤的木杆，猛然砸在了雷锋的太阳穴上。战友们用最快的速度把雷锋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然而，由于伤势过重，8月15日上午11点50分，雷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年，雷锋22岁。雷锋永远留在了22岁。很快在机关就听说了，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悲痛，有点不太相信这是一种事实，叫做昨天前天还看到他在执行任务了，怎么突然就发生这个事情？当时大家非常震惊，非常悲痛。消息传开，抚顺人民及雷锋的战友都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消息，大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1962年8月17日，雷锋追悼大会在抚顺万花区礼堂举行，闻讯赶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站在了礼堂外面。1964年，上级决定给雷锋移墓，当时自发组织的群众又都涌上了街头。大概是17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那么整个的路走程走流是2.5个小时左右，就是两边都是自动送葬的群众，自动的排成几行。我和雷锋班6个战士在这个灵车上给这个雷锋的护灵。往前面看是咱们各级领导的一些车队，往后看望不到头的是给他自动送葬的群众。一个普通士兵的去世引起了一个城市的震动，也在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心中激起了感情的波澜，而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只不过刚刚开始。1963年2月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展开宣传和学习雷锋的活动。2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了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各大报刊都发表了介绍雷锋的事迹文章，雷锋的名字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据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6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主席在读了雷锋的事迹之后，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毛泽东早早醒来，他在这张书桌前缓缓坐下，挥笔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继而，他对秘书说：“学习雷锋不是因为他做了哪几件好事，而是学习他的好思想、好品质。”学习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以助人为乐，作为他人生的一种乐趣，
他讲就是为人民做好事是我这最大的一生的这个幸福，他的这种幸福。所以这个雷锋啊，是热爱人民，是关爱群众，助人为乐，服务人民，这就是雷锋的非常伟大这个之处。在毛泽东题词发表的14天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的雷锋同志事迹展览在军事博物馆举行，参观的人数每天平均都在10000人以上。从共和国的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年长者到小学生，每一个生活在60年代的中国人都把雷锋两个字印在了记忆的最深处。早在毛主席发表题词之前，周恩来总理就在元宵节的招待会上号召文艺工作者创作反映雷锋的作品。1963年2月，沈阳军区话剧团排演的六幕话剧《雷锋》公演。不久，毛主席在怀仁堂观看了话剧《雷锋》，据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看话剧。而在北京军区文工团，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创作，仅仅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年轻的诗人柯岩来到抚顺，在采访后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丈夫贺敬之。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诗人，在雷锋的事迹中体会出了延安精神的延续。雷锋的追求正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雷锋的精神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这正是时代所需要，是人民所需要的。诗人心中涌动着时代的激情，他创作了著名抒情长诗《雷锋之歌》。我写下这两个字“雷锋”，我是在写我们阶级整个新一代的姓名。我写下这两个字“雷锋”，我是在写我的履历表中、家庭栏里我的弟兄。你的年纪22岁，是我年轻的弟弟呀！你的生命如此光辉，却是我无比高大的长兄。雷锋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名字，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1965年3月5日，在毛泽东题词发表2周年之际，故事片《雷锋》在全国上映，人们在银幕上终于看到了活生生的雷锋。你就穿上这样的袜子，却捐出来100块钱。首长，您把这钱收下吧，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雷锋有一种亲和力，雷锋脸上始终面带着微笑。从我第一次看到他上台代表新兵讲话开始，以后相处2年多的时间，每次见到他呀，都是笑呵呵的，那这种一个面庞。这种面庞呢，一直到最后牺牲，到现在我脑海里还是雷锋那种笑呵呵的那种一种形象。那么雷锋为什么他脸上带着微笑？就是这个微笑啊，他绝不是说一个人有的这个一般的说性格，他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雷锋他脸上面带微笑啊，是雷锋人生的一种反应。特别他内心的人心，内心的一种世界在外表的一种表现。我们的国家在走过了60年代初那段难忘的困难时期后，迎来了让每一个经历过的人回想起来就会怦然心动的火红年代。人们再也不用饿着肚子在风雨中行进，而雷锋却离开了我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不会忘记一个普通士兵为国家所做的一切。1965年8月30日，毛泽东再次挥笔写下了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代伟人对雷锋的赞颂，而雷锋精神无论走过多少的岁月，将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3月春风迎来八方英杰，群策群力共谋治国方略。军事纪实两会特别节目提案议案背后的故事近期播出。一个22岁殉职的年轻士兵，何以让一个国家50年念念不忘？一个阳光青年的朴素思想，何以成为一代代人的心灵鸡汤？一个普通的汽车兵，何以成为那么多摄影家镜头追逐的对象？雷锋，这个影响中国最广泛的士兵，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的身上究竟燃烧着怎样的精神火焰？让我们走进雷锋曾经的亲密战友，听他们还原一个血肉丰满的雷锋。军事纪实下期播出，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